秋天结束，日头变短，气温下降，这片森林被霜雪紧紧笼罩住，动物的生活比之前更艰苦。但是这个野猪家庭是在雪地觅食的高手，他们的嗅觉敏锐，口鼻部很强劲，而且很灵活，可以挖到快径鱼虫、浆果、蛋，甚至蜥蜴和老鼠。他们的偶蹄平均张开，比较方便在冰雪行走。野猪绝对不可以看小，雄性的长牙不停生长，可以撕开皮肉，造成严重的伤害。每一只的体重有成200公斤，两只雄性爆发冲突可以致命。他们亦都进化出防御机制，雄性争取交配的时候，腹部的厚组织可以当是保护层。好彩的是，雄性大部分时间都是独来独往，雌性是族群的首领，同雄性一样好勇斗狠。这只族群的野猪妈妈，她会好好看守族群。森林为野猪提供食物，野猪亦为森林作出贡献，用蹄和口鼻部挖开泥土，令幼苗可以在理想的环境发芽。挖掘落叶可以增加氧气供应，促进分解。他们算是森林的园丁。滨海边疆区夜幕低垂，夜间开始活动。无脚鱼鸮是世上极罕见的鸮，身高75厘米，体型是数一数二咁大，体重接近4.5公斤，翼展有2米阔。无脚鱼鸮不单止体型好大，亦都是猎食高手。这只无脚鱼鸮站在水边，静静地留意水面上任何动静。它拥有超强的视力，亦可以凭声音作出准确的推算。他对眼锁定目标，无脚鱼鸮对脚好大，对爪好长，脚趾有粗糙的鳞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捉住滑捋捋的鱼。
Traveling the world in search of the coolest vehicles and motorcycles. Very reliable, super easy